走私又有新花招，桃园县调处透过了监听，成功拦截到一批藏在输送带滚轮当中的 K 他命。一开始缉毒人员以 X 光和缉毒犬都没有办法测出任何的毒品反应，最后干员是冒着赔钱的风险执行任务，花了足足三天时间将上千颗的滚轮一一切开，取出的 K 他命多达450公斤。那么呢，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。